份礼物送给在座所有的嘉宾。现在我们有请今晚麻波文化宫启动仪式正式开始。好，有请所有的嘉宾一起来见证这一项即将横跨在麻波观世文化宫的这一个宫里面的这一幅非常非常好看的字画啊，这个书法家赖书法家来为我们写上的这个书法啊，让所有媒体眼光都来对焦，赶紧把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来摄入，这是今晚上最重要的主题，也请。